人竟然是六级，不怕五级魔法！九十七号的灵力检测结果为1803点，比赛获胜。看来这些比赛没那么无聊。竟然能在战斗中明悟出灵力液化，这孩子是什么天赋啊？老天！他也姓龙，莫非？传我余令，封锁一切关于九十七号的消息。 是我，这么巧又遇到了。那送我回去，好吗？好。又是这小子，大小姐在这站了2个小时。 香啊！ 橘的香味，还有很多其他果树的香气。是吗？我好像只能闻到橘子的香味，其他的就很难闻出来。眼睛看不见的话，嗅觉就会敏感许多。那我也试试。 我把眼睛闭上了。 是不是有梨子的香气？不是，是蜜瓜。
这就是彩儿眼里的世界。没收住，漂亮。我到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我是说，感觉和你待在一起，时间就过得好快。走太快了吗？是可以再走慢点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。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我明天还要出来办事，不过可能会久一点，你愿意送我回来吗？好，那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等你。浴室好像能促进灵力液化，我得多试试。将所有的灵力慢慢的通过浴室汇聚一点，圣野灵炉居然在主动吸收浴室后的灵力，这种情况是灵炉要进化了，好机会，将所有灵力都引导进圣野灵炉中。成功了，圣野灵炉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进化，而且进化后的灵炉还多了一个孕育的能力，能将灵力直接压缩成液态。这就是液态灵力，只可惜还是不太稳定。当圣隐灵炉压缩出稳定的液态灵力，我也许就能突破五阶。再来，经过前两日比赛，本届刺客殿还剩12名参赛选手，今天将决出前10名，你们将同时进入场地进行比拼，并且可以使用任何手段。最先出局的2名选手将被淘汰，剩下的10名选手直接进入猎魔团。这次赛制好生讨巧，只要藏好，不成为最先被淘汰的，岂不就能直接进入前10了？枪打出头鸟，谁都不会当这个笨头鸟吧？现在入场，我倒计时10个数后，比赛开始。10、9、
六，新来的吧？知道规矩还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五，四，怎么是个瞎子？三，之前比赛从没见过他，那只能是前两位员工。难道是不进？二。光明正大暴露在所有人眼前，就算是五阶，一个瞎子又能厉害到哪里去？只要淘汰两个人，就能进入前十。干掉他，就只要再淘汰一个人了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你已经获得猎魔团名额了，明天记得来参加排名赛。排名赛我弃权。虽然这姐姐的确很强，但直接弃赛也太狂了吧，什么来头啊。影子大人，大小姐这样做合适吗？身为轮回圣女，她在本届刺客中早已无人能敌，他弃赛才是对其他人的保护。我宣布一号作为排名赛第一名，直接进入决赛，其余十一人继续比赛。不是吧，这都可以？不知道他今天的比赛是否是今天那四名五阶也要上场比赛了，但没想到第一场就是他，本届最强五阶。不过他的对手也是一名四阶巅峰的骑士，实力比五阶也差不了多少，他居然毫不在意。
如果是我遇到他，我该怎么应对？一号骑士获胜！哇，好！杨老的孙子果然不错，本届最强武阶，名不虚传呢。哼，他算最强？四阶对上五阶，就连一招都难抵挡，必输无疑。输就意味着淘汰，失去进入猎魔团的资格，真是太残酷了。别太在意，你们才四阶，对所有职业而言，五阶和四阶本就是个分水岭。不过哪儿那么巧，只要不碰到他们就好了。啊，又一个五阶？不会吧，真撞上了。啊，没事的，老师，我已经渴望挑战强者很久了。是他，四阶对五阶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打。孕育是上瘾灵炉的一个特殊能力，而且只有在获得灵炉时的修为不超过四阶的情况下，孕育才会被激活。孕育能力在平时极其不显眼，但当灵炉拥有者的灵力逼近2000时，孕育就会开启圣隐灵炉的第一次进化，并且直接将拥有者的灵力转化为液态灵力。一旦转化完成，灵炉拥有者就能毫无阻碍地突破五阶。